光汉加油！加油！好，许光汉第一次挑战，上去真的会有点紧张，只要没有试过，不知道什么感觉。来，三、二、一，一。想见你，只想见你。哇，你弄了一个超人的 pose。你不但没盖到被子，还让被子盖了你，你怎么做到的？啊，他一试一下手感就好了，他大概知道了。你自己掌握节奏吧，我们不喊三二一 ，OK 好吗？许光汉第二次挑战。那个脚盖住了，两个脚都盖住了，然后哎，两个腿也算吧。好，许光汉得分是5分。哇，好棒啊！再挑战一次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抓多一点，抓多一点。很稳定，一模一样。好，许光汉是5分，目前场上最好成绩。下面最后一位要上场的是王彦霖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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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比谁的被子扔得远吗？也太远了吧！那个彦霖，你要不这么往后倒着这么盖，就反过来，对对对，这样这样可以，当然可以啊！别使大劲儿啊，那个头要在枕头对啊，你要往后倒，不能踩在这个很危险的、啊、这个，把你往后扔，这个有点危险。所有人都在支招，来吧，准备。看，你看他会往后吹，你往前。对，别盖住头就行。你自己把握节奏啊。好，开始。4分。